秘诀其实很简单，我只要我选对了一个包包的话，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得非常轻松。没错。对，尤其是这个背包，对吧？我待会可能大家如果仔细研究的话，发现它里面夹层非常的多，然后可以放笔电啦，然后可以放铅笔盒啦，放香水啊、墨镜啊，而且它里面空间也非常大。最主要的是它很轻巧。没错，那行李箱的部分呢？出国的话，有没有觉得收纳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收纳一定难，对，毕竟我这么爱买东西。没错，就连粉丝送的礼物也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国，粉丝的礼物，尤其是湿的，都一盒一盒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所以放进去绝对不是问题。对，纪念品啊，粉丝送的礼物，还有自己爱雪萍买的，像是鞋盒啊，就是鞋子搭配的鞋盒，都可以轻松的收纳在我们的行李箱，还有收纳在我们的后背包里面。是。好的，谢谢嘉欣的分享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，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设下麦克风，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贵宾来到台下，我们先进行合影留念。现在邀请到我们 Samsonite 的总经理 Nick 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哦。来，我们嘉欣这边把我们的后背包放在我们行李箱上面就可以了。好，请立刻先站在我们的背板的右方，再来邀请到我们星光三月信义新天地吴祥福经理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站在我们的左边。这里请，这里。那我们请现场的媒体大哥、摄影朋友们先帮我们捕捉一下这个画面，需要再靠拢一点点吗？好，先看一下中间，先看一下我们中间前方的摄影机、照相机。好，我们现在视线停留在中间这里哦。再来看一下左边、左前方、左前方的摄影大哥、媒体朋友这里。好，左前方这里哦。好的，再来看一下右前方、右前方这里，看一下我们的媒体朋友、粉丝朋友这里。好的，那我接一下你们的手，帮忙比个赞。好的，靠拢一点点哦。捕捉的比较完美一点，好，跟着上楼，帮忙比个赞。好的，现在帮我们看一下前方。如果在场的媒体朋友，如果说需要捕捉画面的话，可以举你的手，没有问题的。好的，视线需要上面一点点吗？我们需不需要再捕捉画面？好，都 OK 了吗？好的，都 OK 了，谢谢，谢谢我们嘉欣以及谢谢我们的贵宾。现在要请我们的贵宾，还有我们嘉欣一日店长，还有我们在场的媒体大哥朋友们起身移动脚步了。我们要移动脚步来到我们 Samsonite 店柜前，来嘉欣这里请，这里请。哦，好的。好的，好的。用左手的时候先看右边，右边的媒体朋友这里。哎，这边刘美玲看到了。好。有需要捕捉画面的媒体大哥可以举个手，没有关系。好的。好的，这是在我们进行烙印动作之前，先请媒体朋友先来捕捉这个画面。好的。好，肩前方，肩前方这里。四号傅小姐。四号傅小姐。好，捕捉都成功了吗？画面好，右前方这里再一张。好，再看一下我们右前方的摄影大哥。一样比一下，好的。我在这里。好的。画面都 OK 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要进行烙印这个动作咯。好。其实它应该实际上要这么大力吗？还是直接？实际上应该轻轻压下去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。在画面上就是感觉很用力，对，没有错，其实是轻轻压下去，我们这个烙印就成功了，而且两秒就好了，你看，有觉得哎，成品出来的蛮快的，等一下我们会直接放到 ID tag 里面，挂在我们的包款上面，让大家可以捕捉这个画面，所以可以将我们已经制作好成品呢，先交给我们的助理小姐，等一下会停留背着包款的画面，让我们现场的媒体大哥朋友们一起来拍照哦。好的，哎，可以吗？这里站一张，好，这样画面清楚吗？对，现在先交给我们的助理小姐，等一下会有停留时间让大家补画面哦。等一下会有最后的完成品来交给我们助理小姐。好，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来问一下嘉欣，对于我们这个客制化服务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？我觉得这个
这个客制化的东西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，对，没有错，而且非常贴近自己，尤其是这样子的包包，如果贴上有客制好自己的名字，那你就不怕被人家拿错。没错没错，非常的特别，因为毕竟 Samsung 来这么多人都喜欢拥戴的，而且很容易就是你可能会拿错，可能不小心被别人带走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都喜欢。是，那现在呢要将麦克风交给我就可以了，我们现在要停留画面给我们媒体大哥朋友们来拍照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背板就在这里哦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嘉宾帮我们右边移动两小步来这里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捕捉到非常完美的画面哦。现在请嘉宾为我们展现的是成品，那大家看到我们 Samsung 后背包上面已经挂上了刚才制作好的ID tag 了，就是刚才看到的我们金色字的 MV。 好，先看一下正前方哦，嘉姐今天为我们完美演绎了我们的 Septon 后背包，还有我们刚才看到的我们的 Polygon 宝石箱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停留捕捉画面的时间了，让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先来捕捉一下。好，这样子 ID tag 有清楚吗？需要再拿往前一点点吗？应该可以齁。好，好的，看一下前方需要补画面的媒体朋友可以举起你的手哦。好，左前方这里拍一张。好的，画面都成功了吗？再一次是不是？好的，这款 Safeton 后背包真的是时尚的型男必备款哦。现场的媒体大哥朋友们都已经捕捉好画面了吗？好，没关系，如果需要捕捉画面的朋友都可以举起你的手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右前方。好，我们最后三秒钟的时间哦。 OK 了吗？好的，谢谢媒体朋友，谢谢媒体大哥朋友们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今天是粉丝朋友的重头戏哦，因为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粉丝互动时间。来，我的麦克风先交给你也没有关系。